我们从小熟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但并不清楚锄禾日当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已经吃惯了米饭，却不知道稻子是如何从种子变成了晶莹洁白的米粒。本期快乐体验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乌镇的乌村，带领同学们感受下地劳作的辛苦，体验不同于城市的生活。在这里，同学们要挑战哪些农活？在种木耳菜幼苗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使用工具能够快速又有效地清除田地里的杂草？如今已经不常见到的稻草人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成熟与否的果实应该要如何分辨？在本期的快乐体验中都能找到答案。任务难度升级，同学们的表现如何呢？一切精彩，敬请关注本期的快乐体验。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快乐体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浙江省嘉兴市乌镇的乌村。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一派恬静，绿叶成荫，与城市啊完全不同。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小朋友也特别希望能够走进大自然，亲近土地。今天呢，我们就在乌村为大家提供一个亲近土地的好机会，干农活，让大家化身小小农学家，感受劳动的快乐，与土地进行亲密的接触。我身边的两支队伍的同学们呢，都是来自于乌镇植彩小学。你们的队名是什么？春华队。大声告诉我，你们的口号是什么？迎难而上，绽放光芒。那你们这边肯定就是秋实队，对不对？对。大声告诉我，你们的口号是什么？挑战自我，收获胜利。看来大家对于今天的比赛啊，都充满了信心。快乐体验之农活挑战季，现在开始，加油！加油！乌村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太湖南岸，依偎在京杭大运河河畔，隐于乡野之间，水网交织，阡陌纵横。动物资源种类繁多，保留着原汁原味的绿色江南村庄景致。这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水丰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独特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种植水稻和经济类作物。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一关的比赛场地。既然我们今天要体验干农活，那么首先我们要从认识幼苗开始。我想来问一下我身边的八位同学啊，面前有六种农作物的幼苗，你们都知道它们分别是什么吗？知道的话请举手。大家现在这个面部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了，他们一头雾水。那欣欣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菜呢，是我们乌村里面的四季豆。四季豆长这样啊？对，它的幼苗就是这样的。第二个，同学们可以猜一下，它的果实呢是同学们非常喜欢吃的，表皮是金黄色的。玉米。对，非常棒。第三种果实呢是绿色的，我们食用的部分是金黄色的。星号，南瓜。对，非常棒。第四种我见过，青菜。那金豆哥哥不好意思，答错了。你答错了。同学们猜一下啊，它的口感比较清脆，是蔬菜。可以生吃吗？可以生吃，可以凉拌，可以清炒。我觉得是黄瓜。不对，不是黄瓜苗。我觉得应该是芹菜吧。不对，是木耳菜。哦，那我们第五个幼苗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那个是青菜。对了，那最后一个幼苗，它全身上下都是宝啊，它的果实可以食用，最主要的成分可以用来做糖，它的外包壳可以用来造纸。甜树杆。答对了，非常棒啊！所以说呢，要想好好的干农活，就必须要从深入的了解开始。我们第一关的任务就是栽种幼苗，但是具体怎么栽种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一样是一头雾水的，还请我们的欣欣老师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那首先，我右手手上呢拿着的是什么？农具。左手手上拿着的是什么？铲子。啊，非常棒！接下来我会将用到锄头跟铲子栽种木耳菜幼苗。那首先用右手拿锄头刨一个小土坑出来，深度大概是3公分到5公分左右，不能太深，太深了我们把幼苗放进去了，那这个幼苗已经被掩埋了。放进去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用小铲子可以把旁边的碎泥土往边上填，用单只手任意一只手扶着苗让它垂直于地面，然后用小铲子把周边的碎土放置在苗的旁边把它压实。接下来我们用锄头的背部可以轻轻地捶打，或者是用双手压实都可以。一棵苗种好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下一棵幼苗的栽种，距离严格把控，30公分到50公分左右。这个锄头的距离大概在30-40左右，把它比划一下，再回一个小土坑。把营养土放进去，最后所有的完成之后呢，统一在泥土的周围浇适量的水。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10分钟内，两组同学分别栽种木耳菜幼苗。栽种数量多且规范的队伍获胜。究竟哪支队伍能够栽种更多的木耳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谢谢星星老师。我想来问一下我们秋水队的同学们学得怎么样啊？很会。很会。特别会。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哈。计时开始。我拿这个。再深一点点，你可以测量距离。你先给他弄一个就基本的小孔，你就负责测量好这个距离，然后给他们一个暗示。哎，你就以后在这儿挖坑就可以了。先挖一个差不多3公分的小洞，等队友把木耳菜的苗放进去之后，我再把旁边的碎土放到坑里面去。星童，你要注意了，他只是给你做了一个标记，并不是他给你挖了一个合适的坑。这个坑合不合适由你自己来决定。到目前为止他们进行的还很顺利啊，他们几乎一半已经完成了。以前我种过类似的菜，这次种呢我还是比较熟练的。好，他开始负责浇水了哈。我发现了一个细节，瑶瑶在这边种的时候呢不是用手，而是用那个锄头在那儿帮他来压土，如果不小心的话会伤及到这个幼苗啊。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可能会伤及到的。是有一个小的技巧，就是用手扶着幼苗保护它，然后再用其他的锄头以及或者小铲子把我们的碎土放置在幼苗的旁边，在旁边啊，这边的距离保证得非常好。每个幼苗和幼苗之间呢大概是30厘米。他们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配合越来越默契，对，速度越来越快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都特别的快，特别团结。星童，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先用这个小铲子铲一下旁边的土，然后一手扶着幼苗，另外一只手呢压实这个幼苗。看看，马上就快完成了。好，时间快到了啊，抓紧时间。已经过去了5分钟。看看前面啊，左右两边不要偏移，让幼苗的营养土充分的埋在我们的泥土当中。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来吧，我们想着。这儿不在这儿。还有5秒钟。4、3、2、1，停。秋实队呢，他们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是栽种了17棵幼苗。从我现在这边看过去啊，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直，对，但是大概方向还是可以的。好，接下来呢，要看一看春华队同学们的表现怎么样。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计时开始。他们一开始就分工非常明确，有人负责丈量距离，有人负责刨坑，有的人呢负责栽种，配合得非常默契啊。我负责挖坑，其余的人填土的填土，种菜苗的种菜苗，我们分工有序。不仅数量要胜过对方，而且你们最后栽种的这个效果一定也要比对方好。苗和苗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一锄头的距离。用刃口，你可以多拿几颗苗，可以放置在相应位置上，这样的速度你们会越来越快。我觉得我们队友和我的配合挺好的，我是挖土的，他们都是播种的，大家会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挺团结的。手扶苗，用手压，或者用锄头敲都可以。你觉得这个种菜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的小朋友多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在劳动当中体验这种快乐。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
吃，我喊你吃东西，我继续种一点，再不种就超过他们了。好，还有最后十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二、一，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一十二，春华队一共是栽种了12棵幼苗。好，那现在请我们的秋实队的同学到我的身边来集合，我们来宣布一下第一关的最终成绩。第一关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春华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栽种了12棵幼苗，秋实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栽种了17棵幼苗，获胜的就是秋实队。每个人有明确的分工，而且也是比较团结的，尤其是我们组的那两位大姐姐，专门用来拿苗浇水的，我们一切工作做得特别顺利。我不知道蔬菜是怎么来的，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好，马上进入我们第二关的较量，那就是除草，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加油！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乌村的自留地，这里呢都是当地的农民伯伯他们栽种的。来问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面前的这些是什么吗？毛豆。没错，它现在呢是毛豆，但是呢随着它慢慢的成长，最后是黄豆。在这个幼苗成长的过程当中，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位不速之客是什么？杂草。对，你看看在这片自留地当中啊，这个杂草丛生。那接下来呢就靠我们勤劳的双手来帮助他们除草。怎么除呢？就要用到这个工具，锄头。你先给同学们演示一下。我们首先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杂草，哪些是我们要保护的毛豆苗。接下来欣欣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锄头怎么使用。用这边的两边刃口这样锄一下，你看这样锄过去的话，这边会非常的干净，很干净。如果杂草的根特别深，那我们就试着往里再多刨一点，这样整个就没有一点杂草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护这个庄稼，保护这个黄豆苗。那同学们，你们能分辨出哪些是杂草，哪些是黄豆苗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除草的这个比赛规则。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呢，我们来看一下两队同学你们除草的重量，哪队的重量多哪队就获胜了。任务呢非常的简单，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20分钟内，两组同学分别在自己的区域内进行除草任务，拔除杂草数量多的队伍获胜。同学们，赶快行动起来吧！3、2、1，开始。对，锄头可以先放一放，先大的杂草先除掉。不行，我们就要用到锄头。对，像这种比较大的，你连根拔起试试看。它的侧面不是拔，就是往下垂下去。你在这时候再拔一拔。对，非常棒啊！拔不起来的怎么办？就按锄头，不能让锄头晃动。再来，加油啊！来试试看，非常棒啊！我觉得那些根扎得太深，拔不出来。先用锄头把那个草给锄松了，再用手直接拔。好，接下来我们找找其他的。金老师可以教你一下，用巧劲。对，这样来，我们这样把整个杂草剪一下，非常棒啊！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大的杂草，可以试着直接拔的。双手，双手，对了，很好，连根拔起。拔杂草的时候会很累，而且拿锄头的时候还得弯着腰，感觉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找找看这个大的根在哪里。对，锄一锄，拔一拔。好，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2分钟，同学们加油。同学觉得拔草辛苦吗？辛苦。你现在知道农民伯伯为我们制造粮食有多么的不容易吧？抓紧时间啊，我看同学们现在已经是满头大汗了啊。两位男孩子现在真的是干得不错，你的筐里都装满了这个杂草。还有5秒钟的时间，5、4、3、2、1。好，我们看看一凡这边的劳动成果啊。哎，这面前很干净这一块啊，拔得特别干净。看一下，这都是他的劳动成果。一个筐子那么大，我拔了那么多，我感觉到我非常的自豪。来看看，这是莫涵的，有什么感受吗？自己在这边除草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农民伯伯非常辛苦。所以以后应该怎样？不浪费粮食。谢谢莫涵。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满满的一筐杂草啊。对，哦，好了不起啊，好棒啊。再来看看最后一位同学，哦，满满的一筐杂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到了什么呢？
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我特别喜欢。哎，对，我觉得这期节目啊特别的有意义，让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和我们的大自然和我们的土地进行亲密的接触。与此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体验一些个干农活的经历，让他们更懂得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们把你们的杂草汇聚在一起，我们看看你们最后的重量是多少。这就是春华队最后的成绩，满满的两筐，成绩相当的不错。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对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秋实队比赛开始。你以前像是干过活的呀？你以前干过吗？没有，非常棒，他的锄头挥舞。对，杂草根有多深，我们的锄头就有挥多深。我发现，把草刨出来了，但是根没有完全刨出来，所以说有些就抓不住，还有一些根本就拔不出来。好，我们看一下这边，你觉得锄草累不累？有一点累。你觉得这个锄头好掌握吗？对，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徐沈瑶现在是双手并用啊。因为我力气太小了，根本拔不动那些大的杂草，只能一点一点用手爬。注意这个锄头啊，不要伤到脚。来，我帮你。我觉得金豆哥哥锄草也是一把手。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生长过嘛，所以有过这种锄草的经历。金豆哥哥给你们演示的，在我们旁边对锄草，弄完之后轻轻一拿，然后还有一招一甩，对，就干净了。好，抓紧时间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加油了啊！哇，你这已经有半筐了，你好厉害呀！你看，他还在辨别哪些是杂草，哪个是黄豆苗的根。秦昊应该是他们四个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这个干活的劲头也不太一样，就踏踏实实在那拔草，所以他的成绩会非常好。好，还有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加油！能双手拔的，我们可以一起用双手拔啊。在画面当中看到沈瑶，左手扶着锄头，右手单手拔草，这个形象特别的高大。抓紧时间啊，还有最后的十秒钟，五、四、三、二、一，停。刚才呢，咱们观察了一下，星童啊是最卖力的一个，是的，而且是最能干的一个。第一个是星童的，最后一个呢是星浩的，来，也是满满的一筐啊。对，来，我们把这些倒在一起，这一筐是谁的？我的啊，顾依娜，顾依娜表现也不错啊。这是谁的？这个是我的。这个好像就有点单薄了。好，这是你们最终的成绩，两队的劳动成果就在我们的面前。前面那两筐是我们春华队的，后面这两筐是我们秋实队的。显而易见，获胜的就是春华队。我觉得这场比赛输了跟我有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期望挺高的，但是我没有达到他们这个预期。我呢，作为我们团里比较大的，感觉这块没有自己没有发挥好，经验不多，今天是第一次。我们体验到了劳动的乐趣，有什么感受？我体验到了劳动人民的辛苦，是个体力活。相信大家通过这项劳动呢，能够体验到农民伯伯他们在耕种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以后呢就会更加的珍惜每一滴粮食而不浪费，大家说对不对？对。这些草我们虽然已经除完了，但是它们也有用处，它们的用处啊就是来喂动物朋友们。那接下来咱们就抬着我们的劳动成果去喂小动物，好不好？好。来，走。来，我们走。同学们辛苦吗？不辛苦。热不热？不热。非常的沉重，非常的累，也体会了到了农民伯伯挑重物的辛苦。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辛苦不辛苦？不辛苦。刚刚除完草的同学们听到要去喂小动物，兴奋的连汗都顾不得擦，挑起扁担就开始向目的地进发。虽然距离小动物乐园的路程很远，但是同学们干劲十足，一路上互相帮扶，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什么动物在帮扶我们？我们把箩筐里面的杂草分别喂给我们的驴、牛、羊。牛
分别分配，非常棒啊！这边所有的动物，食草的动物都是非常温顺的啊，只要不是故意伤害它，它都是可以让你摸的。我感觉那些小动物很可爱。我以前也没怎么见过这么大体积的牛和羊，觉得很新奇。我给它喂食物，我摸它头它都没有反应的，只顾着吃我手里的草，耳朵还一翘一翘的，很可爱。元气满满的同学们来到了新一关的比赛地点，等待同学们的又是哪种农活挑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们第三关的比赛规则呢是这样的，每队的四位同学齐上阵，你们要共同做一个又有创意又能够保护庄稼的稻草人，最后要安放到我们的指定地点，哪队率先完成哪队就获胜了。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有，马上开始我们第三关的比赛，加油！加油！欣欣老师，那接下来呢？你先给同学们来示范一下如何做好这个稻草人。那我们首先需要用到的这个稻草，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稻草整理整齐。对，我们可以放在平地上，这样给它弄整齐。对，弄整齐。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布条，因为布条比较长，我们可以把它对折一下，加固它的布条的一个牢度。整理整齐之后，我们这边需要用到的。就是把下方要固定好，这个部位做的是什么部位？稻草人的头部，所以我们要把它包裹得更相似。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一端就可以去掉，需要我们把这边的稻草对折，按着这个位置对折，对，散开，就这样是吧？对，包裹起来，包裹得圆整齐一点，然后再把底下捆绑住。对，捆绑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用到那个竹棍，可以把中间插进去。这边固定好，竹棍要掩藏住。接下来还是用布条的方式啊，把它捆绑起来。这个结我们要注意了，应该是个十字交叉啊，交叉十字结啊。同学们可以多绕几圈，为了加固稻草人，打结一定要非常细心啊。好，你看金豆哥哥跟欣欣老师已经完美的配合好。这个真的是不仅要考验同学们的这个创造力、动手能力，更要考验他们的这个团队合作的能力。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体的支架以及我们这边都已经固定完成了。我们的身体是基本上不用把我们的刚刚的对折的，就直接从下方穿到这边。我觉得孩子们的想象力啊是无穷无尽的，咱们把这个基本方法和这个基本框架交给他们，我觉得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考验他们，两队同时进行，哪组做得又好又快，那你们就获胜了。做稻草人现在正式开始。两组同学同时扎稻草人，制作质量高且用时短的队伍获胜。这一关需要同学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究竟哪队制作的稻草人更胜一筹呢？对，先弄齐，然后布条在这边打结，再用点力，再用点力。同学们，你们也可以就地取材啊，小石子啊，还有树叶呀，来做他们的鼻子呀、眼睛之类的啊，对，都可以。刚才欣欣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个布条一定要给它勒紧，而且我们打结是打在底下，我们做头部要饱满一点，有一人可以帮他扶一下，扶住下面，一点点弄，因为你们力气没有那么大，一点点的弄。捆扎稻草时一定要紧，否则在穿竹竿时就会散落下来，浪费时间。来，我们看看这边怎么样。我想问一下，这两撮是什么？你是就是模特，跟你是一样的发型。本来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稻草人，结果发现他那个碎发太多了，然后直接往上翘，就想照着乌伊娜的原型给他做了一个。这边他们捆得也非常结实啊，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没有紧，再拿一会儿再重新绑一下，再这样交叉一下，你俩再合力蹬一下。你们这个头做好了吗？欣欣老师，我们来帮他一下好不好？好，再往下放到我们手这个位置。对，好，行，绑紧了。好，好，可以了。四个人一起搞的时候也是觉得很辛苦。接下来这步是干什么？藏在这个脖子下面十字扣来交错，先不用打结，先不用打结，先缠，很用力，继续绕，
一航、一凡，你们两个合作，还有一个人扶着这个竹棍。我觉得你们这样，首先它这根中间棍子就不一样长，你们要给它一样长了。好，欣欣老师，我们这样可以吗？可以啊。我负责固定住稻草人，像一条蛇一样缠绕住，基本上都是手脚并用的。这样真的是一个人做不完的，所以呢，大家必须要合作。一个团队在一起，我们需要的是团结，才能做好事情，并且分工明确。可以抓上自己的想法、创意，非常棒。春华队要加油啊！秋实队现在已经接近结束了啊。他把稻草人的手指都做出来了，细节把握得特别好。金色的妈妈，我们都好啦！好，稍事休息啊，我们来看看这支队伍。金色的妈妈，两队同学都已经完成了稻草人的制作，我觉得同学们的想象力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每队啊，派一个人来讲解一下你们的稻草人，好不好？他是一位少年，他全身以白色系为主，手中拿着一把剑，守护稻田，防止鸟儿来吃食。拿着剑的白衣少年，很棒很棒。这边这个作品由谁来介绍？好，姚星彤。他是以白蓝两色系为主调，发型呢采用古伊娜的原型来打造的，相似度90%。他们都说是照着我的样子做的，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没有发现，到后来做了他的辫子才发现有点像我。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倾向男生的一种女孩子，哦，所以说把头发把它盘起来，就是这样子。很有想象力，就完成程度跟我们总结一下吧，星星老师。春华队啊，他们用到了是我们的白布条白衣少年，相对来说这边下方好薄好瘦啊。鸟儿看到这个稻草人，他的头部震慑性已经有了，但是他的身体确实能看到竹竿的原样。这边呢，相对来说把我们的所有的竹竿都已经包裹起来了，整个稻草人更为实际。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秋实队获胜，恭喜你们，恭喜你们。这是我们对四个人的努力换来的，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一样的，添加上去那不就是更有创新吗？我学会了团队合作，大家一起干同一件事才会做得更好。我们头虽然扎得挺好的，但是身体那一部分扎得太细了。我觉得以后我们手工要多加练习。好，那现在两队的同学们把你们亲手做的这个稻草人插到田野里面去吧。出发。接下来我们要插这个稻草人，来，我们行动吧。看，就插了这个。对了，好，我们松手，慢慢松开。日后这个稻草人就在这边保护我们的庄稼了。虽然这项作品没有拿第一，但是看见他们值得站立于田之中，我们感觉到很欣慰。辛辛苦苦做的稻草人是有效果的，保护了麦田，保护了农民伯伯种的庄稼，我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骄傲。今天呢，我们在乌村带领同学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活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不仅感受到了干农活非常的艰辛，同时呢，也尝到了其中的乐趣，对不对？对。我们怎么样还能够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呢？在乌村啊，就可以满足小朋友们这个心愿。大家看，我们身后是什么？大棚。大棚是蔬菜大棚，里面呢都是无添加的、无公害的绿色蔬菜。一会儿呢，我们第四关的比赛呢就要在我们的蔬菜大棚当中进行。内容很简单，我右手边的春华队呢，你们要负责采摘黄瓜；秋实队呢，你们要采摘西红柿。注意啊，在采摘的过程当中呢，你们要分辨一下哪些蔬菜是成熟的，哪些呢是没有成熟的。如果最后我在你的筐中发现还有没有成熟的蔬菜的话，将会被扣分，明白了吗？明白。好，那我们出发。出发。出发。一组队伍采摘番茄，一组队伍采摘黄瓜，10分钟内摘取个数多的队伍获胜。注意，
如果采摘了未成熟蔬菜，将会扣分。同学们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哦。走。好，看看找红色的啊，这儿看，哎，这个还行，这个，哎，这个不错。我们特别有干劲，然后就能干起来，知道要做什么，特别有团结力，分工明确。我觉得我们对姚欣彤表现得最好，在整个方面上具有一定的了解的能力，比我们更加的有干劲。我们可以先接下来看一下，看看哪边有红的，寻找目标。对了，这里又有一个信号，有一个发现目标。时间马上就快结束了啊！五、哦，那边，四，那边发现目标，三。二一停，时间到。秋实队的同学们带着自己亲手采摘的西红柿离开，接下来就轮到春华队大显身手了。出发。这个黄瓜都好小，藤上的黄瓜特别的小，有的还特别的像青椒。这个不行，你找这一排，我找这一排。可以。好，可以啊。这边的分工明确，非常棒。再往前走。我负责把黄瓜剪下来，另一个组员负责把我剪下来的黄瓜拾入筐中。这个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不错。咱们其他的得胜。走走走，看。好。这个不错，这个粗。可以。对。这个不错，这个自干了不错，姐再来。黄瓜的叶子上面有好多毛，摸一下手上就会很痒。技术真不行了，上面是有点小。好，我们就再往前走了，没事。在那边好大呀！黄瓜是很高的，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的刺。太小了。看看那边有没有。可以。我到时候一定要洗一个吃了，看这黄瓜多美。哎，我们倒计时1分钟。我的同伴帮我找到了很多我去剪下来的。三，哎，这二，这可以吗？一，好，时间到。梁度同学刚才啊，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啊，我在仔细的观察每个人啊，都非常非常的认真，也很仔细。那欣欣老师，现在由你来评判一下两组的最终成绩，好不好？那我们来清点一下数量，六、八。那这些有没有不成熟的？这两个特别硬啊，还有这边已经裂开的，那这个就是成熟的坏掉了，但是也是没有达到我们的采摘标准。这其中如果按照您的标准的话，还有一些是不合格的，对吧？对，是的。那么这边的有效成绩是37个成熟又美观的西红柿。那看看这边的黄瓜的数量啊，这边的大小都非常合适啊，两条，四，这些有没有不合格的？几乎都可以。所以说他们最终的成绩是32根黄瓜。经过欣欣老师的细心统计啊，最后两队的成绩是32比37，获胜的就是秋实队，恭喜秋实队。这个环节赢我们其实占了很大的优势，因为西红柿本身就要比黄瓜好找，它的颜色更加好分辨。我知道了，做事不能太心急，心急反而会做不好事情。同学们今天挑战了各种农活工作，非常辛苦，接下来就是揭晓比拼结果的激动时刻了。同学们，让我们来看看哪组队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吧。快乐体验之农活挑战记成功。经过了我们今天一天的快乐体验之旅呢，同学们学会了如何播种，如何除草，如何独立制作稻草人。同学们啊，表现得都非常非常的棒。经过4关的较量，今天获胜的就是我们的秋实队，恭喜你们可以获得我们的体验之星的金牌。
我们的食物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粒粮食，做好光盘行动。当然了，我们春华队的四位同学啊，表现也非常的棒，可以获得我们体验之星的银牌。我觉得今天对手表现得也特别的不错，他们也尽力了。我们一定要爱惜地球，珍惜每一粒粮食。农民伯伯特别辛苦，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勤动手，爱劳动，因为劳动创造幸福。好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快乐体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再见。